来到张家道，学习的机会已经到，才知所以才有劳，这却无看到啊！原来是个太道啊！不敢当，不敢当啊！哎呀，初次见面，呀嘞，那有所无烦，请你切莫见怪。我有一句话想要来请问啊，请说。呀，看你的目睭无方便滴的，到底这是嘞先天带来的，还是后天造成啊？我的双眼失明，是后天。不行，阮多理会的就是啊，不错，那呢真是太过可惜了。啊，既然是贵妇要来探家事，不如就明了相欠，向前记来来。也是个青梅，到底是为怎咪个啊？你爱知影我青梅因何来？三冬节。一个无名无欠小辈，害我恩将仇报。如今我才会双眼失明。甲歹斗，遐个丑势逼入我家来，你什么意思？真实嘞，真实嘞，方才我只是哪讲手哪比，无什么意思。你唔通见怪。这是讲话的手势啊！是啦，是啦。那你再来请问，呀嘞，这个阮将守备人，现主持人在扶持啊？伊嘛。伊是死也是活啦，对无吼？这人哦，就是无名哩。无名哩，意思是已经过往了。不错。既是已经过往嘛，你嘛切莫去挂在心怀，应该将这啊放水东流，要无安尼死太平。哎，既然是个太道贵妇来探家事，我去面前记来啦。来，准备记来来。啊，你面前记过吗？贵妇，是我未来的囝婿吗？不错，不用多礼。呀，伯父，也但不知嘞，那太道你看我的囝儿，这个人品如何啊？你想要将你的囝儿来娶我的嫂子？这是自然之事啊。老夫的老实跟你讲，阮嫂子这个无害良师，无要嫁这个无名无义小辈。在什么？在什么？想我嘞？我无要紧。东东乃是十三间木材行的头家，阮囝的家世非同一般，看到伊查某囝，就欲啊嫁我做新妇，一定是个脚踏手踏，毋免落灶脚，金鸡玉食，到底哪里比你骨贵？你将伊比作小看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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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我当面甲伊讲就可以了。我你讲，那八号公主的所在，叫你提亲，亲情要答应就好，不答应也就罢了。那公主的所在，是着我表示我体面，你未免太过轻浮，是不？我是我无大理的，你嘛大理的会，相当我
我是伊的头叫知影，有啥代志倒来？你们退出小姐，阿婆，这也是同款。请问，金莲，在不用在此地与他乱来。是，张公主，听你的意思，要替你的老爸出气是无？奉上。要哪呢是好，你若有才调，咱双人约定，三更后。五凤山的所在，乃是大决斗。一战真大，这生死大决斗。好，咱全大将府一言为定，寸草不平，大将推你好。行，我来走。